终于拍了人生第一部贺岁档，就是大三元，也人生第一次遇到我的歌手偶像黑啦。还跟他拍了照，对，我说他儿时的，对，他妖兽啊，这个有，这有录影，明天你就不用进剧组了。他说谎，不是啊，你刚刚好不容易，刚刚好不容易都没有讲错话，结果一坐下来就开始讲错话。我中的偶像，我青少年时的偶像，不然我没中你，因为我没碰。很激动啊，他本人哎。哎、欸，我是跪着爬着跟他要拍照的。贵妃娘娘饶命！我一见面第一句话就跟他讲说：“天哪，我那个在那个前辈包厢要拍都是靠你们家的歌。”他还说：“你都唱哪一首啊？”我就唱那个什么 Superstar， 是 Superstar。对。那你有现场唱呀？没有，我才不敢呢，我唱歌难听死。然后他就自己唱了。然后因为我当下实在没有知道，当下我没有料到他会真的拍。所以我就是真的认真听他唱，哈哈哈，开演唱会的概念。对，说他唱的是《美丽新世界》。不会啊，就觉得自己可能还有非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。那我觉得，其实翻墙入围这么多个大奖，我觉得失落当然还是会啦。但是就是没关系嘛，还有很多次机会。反正只要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，然后持续努力着，就有机会了。对啊，又不是没走过。